好美啊！哪儿啊？蓝蓝的天空。黄黄的梯子，哎耶！这个大黄梯子，就这个，你不要开始，一旦开始，马上就全刷一个整的。但你其实也很做作，这样像六岁。五十楼盖的，故意盖的是吧？不是的，不小心蹭的。不小心蹭到了。那为什么这边也会有呢？不小心蹭到那边了。这一间，你该把这拿走，要不就看着害怕，你不知道要抹到哪儿。你把它放回去。好的，师傅，拥抱一下。快去。居然拒绝了张艺兴的拥抱。Finish today. Yeah. 辛苦了。去溜达一下吗？海边。我带李老师去溜达一圈、啊。对，我们去海边灯塔转一下。你们去转吧。哦耶，搞得我一手，我一手的气。这车能上路吗？我这个车哦，我带你用这个车兜风吧。可以啊，走走。来吧，跟上我的步伐，带你去兜风。这个车坐在上面很尴尬呀。你要相信我，我还可以带你漂移呢。好，来了，小心啊、嗯，可以吧？那我开了啊。嗯，走走走，对，对，飘完了啊？还没有，刚开始。这可以啊，这个感觉不错吧？感觉不错不错。这里是我们那个排球场。啊，打排球的。你看那边有人游泳，看到没？啊。怎么样下去了？还有潜水功能吗？不对不对，你这往下，我干倒了，你就直接往下开了，是吗？还有潜水功能，哎呀，这个可以啊，很有感觉呀，我的天哪！你要不要下去走一走啊？啊，好呀，我们去停一会儿，停一会儿，停一会儿。可以。啊，敞篷车是不是就这种既视感觉？是的，下来之后吧，往上一推。但是人家推着篷，我们推着铁笼子嘛。对对。